各位现场的嘉宾，各位现场的长官，你们晚安。用你的掌声告诉我好吗？哇，今天在一个这么非常的有气氛的一个河流吗？听说它叫做康堤，也叫康桥吗？是不是？是。哦，所以你们在对岸，我在这里，看得到我吗？可以。哦，我故意把口红擦得很红，看得到吗？看得到。好，今天非常的开心啊、能够呢来到台中的大理，在这场音乐会呢非常的特别。你知道平常我们的演出呢就是乐团乐队的，但是很少有机会跟管乐团还是管弦乐还是交响乐一起合作，所以今天在这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呢，尤其是啊、我们的王指挥，麻烦你。对，今天是我们的王指挥王玉颖，王指挥呢带领着我们的这个啊、台湾青年管乐团，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青年。给他们一个非常热烈的掌声好吗？好，今天要唱很多很多非常隽永的好听的歌曲，其实这些好听的歌都是来自于非常非常优秀的创作者，他们给我的这么好听的音乐，所以今天第一首我要为大家演唱天天天蓝。我们欢迎王指挥。坐吗？